和派大星。嘿，海绵宝宝，我们去抓水母吧。对不起，派大星，我不能去，我今天要上学。如果你去上学的话，那我今天该干点什么？我不知道，一般我不在家的时候你都干什么呀？等你回来。永远的朋友，永远的朋友，继续啊，的朋友，好旅游。我的名字叫江户川柯南，原本是个高中生，不幸被歹徒犯下毒药而缩小，虽然变小了，头脑还是一样的好，是不折不扣的名侦探。真実はいつも一つ。汪汪汪。